设身业道，落实在思念处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已经跟诸位略略地介绍过了。第三是观心无常，第四条是观法无我。这四种观里面呢，最重要的就是观心无常。心，这是妄心，也就是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。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够好好的疏导，祸患无穷啊！就像黄河大江一样啊，怎么样疏导它，让它带给众生复利，不至于变成祸害。最近我在资讯里面看到一个讯息，这是外国人的统计，缺乏母爱的儿童没有爱心，仇恨心很重，很容易给同学发生冲突。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啊，这个问题我们应当把它当作第一等的大事来看待。现代的社会崇尚女权啊，女人也一样啊，跟男人一样到社会上去争名逐利啊，把底下一代的教育束缚了。你纵然得到名利，你的儿女反叛你，试问你还会有幸福吗？现在在这个社会，无论在中国在外国，我们常常听到的讯息，儿女杀父母杀兄弟，学生杀老师，时有所闻啊，这个风气没有被遏制啊，不断在发展啊，这个次数一年比一年多，危害社会一年比一年严重。所以有一些宗教讲世界末日，我们相信，深深相信有世界末日，而且深深肯定啊，世界末日距离我们不远。我们要有高度的警觉心，这什么原因呢？观心无常。古今中外大圣大贤都懂得这个道理，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就提倡教育，教育就是疏导教育里面的核心教育是家庭，
所以古圣先贤赞叹呢，母亲最伟大。啊，世界上确确实实没有比母亲更伟大的了。啊，母亲伟大在哪呢？以母爱施于他的子女啊，他的子女长大了，将他的母爱啊与社会大众分享啊，他会爱世人呐、啊，他会为社会人群造福啊。啊，这种伟大天经地义。比你去做个皇帝、做个总统还要伟大。今天几个人懂这个道理？几个人了解这个事实呢？啊，我们在讲习当中讲过很多很多次啊。啊，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，人民幸福，建立在四个教育基础上。这个教育的根就是家庭教育啊，然后用学校教育、社会教育来辅助啊，来完成呐、啊。啊，终极的是宗教教育，宗教教育主要的目的是升华。帮助一个人转凡成圣啊，脱离生死轮回，脱离六道十法界啊，这是宗教教育啊。宗教教育的根也是家庭教育。如果我们疏忽这一点，不但不能度别人，自度也都落空了。这是我们要有真实智慧，要认识清楚。今天社会的动乱，人与人之间没有爱心，人与人之间没有互信啊，彼此不信任，国与国不信任啊，族群与族群不信任，宗教与宗教不信任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不信任就有猜疑，就有误会。彼此各自预防啊，各自预防就变成了军备竞争啊，军备一竞争呢，就增加了不信任，增加了猜疑，最后是莫名其妙爆发战争啊，将来的战争，这个大家都知道的。啊，美国不管怎样发展，纵然美国的武力盖过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，仗打起来之后没有胜负，同归于尽。啊，这是科学家都提出来啊，核子战争是同归于尽的战争啊。没有胜负啊！啊，这种想法，这种做法，愚痴到了极处。啊，要想做世界上的王，我们佛经里头有啊，
转轮圣王。啊，转轮圣王不但是统治这一个地球啊，照佛经的说法呢，是统治这个太阳系呀。啊，太阳系全太阳系的王叫金轮圣王。啊，他用什么来统治呢？用仁义道德，不是用武力啊。古今中外的历史，从来没有说用武力能够统治世界的，武力只能征服，不能降服人心。啊，人家力不敌你，屈服在你的威力之下。啊，你的威势衰退了，底下就起来革命了，就把你推翻了。啊，什么样的统治才是永恒的呢？仁义道德。啊，简单的说，啊，爱心的统治是永恒的。啊，有没有这个事实呢？有。你看看宗教家，他们就是用爱心统治。啊，他们有形式上的国土，他有实质上的国土。啊，全世界多少人是他的信徒，多少人崇拜他，多少人依教奉行，那都是他的国民啊，都是他的信徒啊。啊，他那个国是永恒的，他那个国是任何人没有办法消灭的。啊，真正永恒只有爱心呐，这个道理啊，我们要懂啊。啊，今天世界上的大国要想得到全世界人民忠心悦服的拥护，啊，我常讲呢，不要做世界警察，要做世界上的圣诞老人。啊，哪一个不欢喜啊？真诚的爱心，啊，尽心尽力的帮助有苦难的人，你得到全世界人民忠心悦服的拥护啊！你这是世界之主啊！啊，武力做不到啊！啊，我常讲经啊，释迦牟尼佛聪明啊，啊，他知道这个事情政治做不到。所以王位放弃，啊，武力做不到，所以他将军统帅他也放弃。啊，今天科学技术也做不到。啊，经济财富还是达不到。啊，唯一能达到的教学，释迦牟尼佛从事于社会教育工作，啊，他做成功了。啊，世界上古往今来大教育家心胸都是开阔的，啊，真的是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。啊，你看他们确确实实没有国家的界限，没有族群的界限，没有宗教的界限，有教无类呀。而且地位呀，绝对平等。啊，佛法里面讲，生佛平等呐。他不说佛僧的，把众生抬高啊！啊，众生跟佛平等。啊，唯有平等观，
才能达到真正的和睦相处。啊，你跟人和睦相处，你觉得比别人高，永远不能和睦。啊，和睦的基础，和睦的根本是平等。啊，佛法讲啊，万法平等，无有高下了。啊，这是世出世间大圣的教诲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读到“观心无常”这一句，有无限的感慨啊。现代社会人心呢，这无常到了极处啊！这很恐怖啊！啊，我们一定要晓得。啊，首先，在这个动乱的时代当中，佛教给我们要自度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救不了别人呢，至少要救自己。啊，救自己不是找一个避难所去避难，逃避不了的。今天世界上这个地球绝对没有一处是安全的。啊，所以要把避难的那个念头啊要断掉。啊，怎样真正保全自己呢？决定不怕死。要知道死了以后到哪里去？啊，六道轮回，我们学佛的人肯定。现在西方有不少著作也肯定了，啊，我从国外他们给我收集，啊，寄给我的时候，这么厚的那个讲轮回的书啊，已经给我寄来七本了，啊，他们还在收集，外国人，啊，讲这个轮回的这些事情，啊，我让我们这边同学把它翻译出来。因为分量太多了，不要完全翻译，啊，把大意翻出来就好。啊，完全翻译那么多文字，我们也没那么多时间去看去。啊，我们也只要知道纲领，在我们讲经教学的时候可以引证。啊，肯定了轮回，那我们死了生死啊。我们的精神不死啊！啊，这外国人的是说什么？说意识啊，他说意识啊，现在证明意识跟这个肉身是两桩事情啊。肉身毁掉，他意识存在啊。我们中国人讲灵魂，佛经里面讲神识，他这个东西存在。一些宗教把这个东西称为神我啊，你看这个印度教，他把这个称作神我啊，六道里面投胎是他取啊，啊，这个身体没有什么，是你像个衣服一样啊，坏了脱掉换一件啊，啊，那个神我才是真的，是真我。佛法讲呢，神我还是假我，还不是真我。啊，真我是什么？真我是自信呐。啊，自信是什么呢？就是灵性、觉性。楞严经上讲啊，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呀，这是真我。
啊，眼能见，能见的见性是真果，能闻的闻性是真果。啊，六根虽然随着根所性呢，性实在是一个，不是六个。啊，我们眼耳鼻舌身是六个工具，在哪一个工具里面，我们加上它的名称。啊，这个意思诸位要不懂，我们可以用电器来做比喻。啊，我们这个电通过这个摄影机，它能够录像。啊，通过收音机能够听到声音。啊，通过炉灶它能够煮饭。电只是一个啊，不是很多个啊。啊，我们把这个电比作真性。啊，这个东西在我们身上，这个人就是活人啊，离开了这个是。这就变成尸体了，就好像电器一样啊，接上电源它就起作用就活了，电源拿掉了它就死掉了。啊，电它存在啊，佛给我们讲啊，性才是真火啊，这心性的华严经上所说的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这是讲设法界一真庄严，同一个心，同一个阿赖耶识。啊，知道同是一个，慈悲心就生出来。佛家讲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什么叫慈悲？念念为别人想就是慈悲。啊，就是爱啊，不要为自己想啊。我为一切人想，一切人为我想，这才和睦相处。啊，我只知道为我想，不肯替别人想。总想自己占一点便宜，让别人吃一点亏，这个世界会大乱。啊，到最后怎么样呢？最后毁灭自己。啊，这是愚人呐。真正有智慧的人知道啊，爱人才是真正爱自己，敬人才是真正敬自己。帮助别人才是真正帮助自己，啊，为什么呢？虚空法界是一体，啊，佛家尤其是大乘的教学，就是讲这个道理，就是讲这个事实真相啊。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用真诚的慈悲，清净的慈悲，平等的慈悲，正确的慈悲，慈悲就是爱。这个爱里面有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确，就称它做慈悲。用这个心，处世待人接物啊。用这个心来生活，用这个心来工作，这是把这个心呢完全导向最正确的方向。啊，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方向。佛家称之为大菩提心。人能有这个心，自然能放下。
自然能看破，看破是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彻底明了通达，放下是绝对不为自私自利，全心全力为社会为一切众生服务，无条件的服务。这种服务自在随缘呐。所以我们这个四念处读到这一段呢，我们要深深去反省呐，妄心无常的，刹那不住啊，这个念头生灭，就像洪水一样啊。要知道如何去防范，如何去疏导。彻底解决的方法，那是高级的佛法了。让我们舍弃妄心，常住真心，这是究竟彻底、正本清源的方法。佛法里头有。其如这个境界呢，《大乘经》里面讲是化身大士啊，这其如这个境界，才是真正究竟圆满这一条我们就讲到此地今天时间到了。